在照啊，然后他就故意在那边好像在耳边那边吹气。应该不会吧？咱们的 Monkey 可是很乖的，不过听听这样的控诉，也让咱们摄影师跟着配合起来演出这个检查照片的戏码了。但是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嘛，连嘴巴都没有嘟过去，还吹什么气呢？而此时咱们婷婷也故意离开了，这也让咱们尴尬万分的 Monkey 彻底的崩溃了，一个人默默地走到舞台的后方啦。也因为如此，咱们接下来呱呱还有阿本只好自己拍完泳装的拍摄。面对无情的控诉，咱们单纯的 Monkey 哭到不行了。而此时大家故意轮流的安慰他，更是让他泪水完全溃堤。完全溃堤的 Monkey 还能够继续录得下去吗？而第二阶段的泳装拍摄也即将公布成绩喽。耶，第二阶段呢已经完成啦，现在请我们的主编腾腾腾腾。这一组照片不是我要说，堂主我本人是会私下珍藏一份。没有，先来聊一下那个，哎，还有几位还没有那个啦，哈，还没有贴上来，反正淘汰都贴上了啊，对。其实这一关的淘汰者还是由抽签决定的，而咱们 Monkey 在经过泳装事件之后，他还能够继续录音下去。好了，那个柯林哥，你帮我们那个聊一下，就是这里面哪一个人表现的最好的，先讲最好的。最好的，其实那个镜头再带再扫过一次，你会发现哈，它真的是有一组照片是很不一样的。哦，真的哪一组照片？ Monkey 这一组。Monkey 这一组吗？又是他。这组照片哈，就胜在说他真的是，你有感觉到每一个其实好像跟女生都没有什么关系，有没有发现？真的耶。各拍各的。对对哦，真的，乖乖连比基尼辣妹也没有，真的。那这个话，你会觉得是，其实这两个女生跟男生呢是融为一体。哦，有戏就对了。对，如果从封面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也是这个组。主编果然厉害呀，说话的功力又让咱们的 Monkey 笑开怀了。不过给 Monkey 的优势也是完全讨好的。其实这次咱们男孩们泳装拍摄其实也拍得很不错了，第一次和泳装美女拍照都不会有太害羞的表现，想错用。只是比较可怜的是后面那几位没有办法跟美女一起拍照的男孩们，哎，可怜你们了。好了，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三阶段美味的表情拍摄。这一关是由工作人员精心制作精致美食，由男孩们抽签决定到底要吃什么食物，并且在镜头前面摆出超可爱的表情，拍出好吃的感觉。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吃到什么啦，哈哈，所以要抽签决定。坤哥，这关就是不管怎么样抽到什么，就是要拍，就是要拍出这个吃的东西，然后就是要好看的表情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让他们即兴发挥。对，所以第一个小腹怎么样？没有专场嘛，吃东西。哎呦哎呦，你有自信哦。就是把味噌放到咱们的优格里面了。哎呦，瞧这个样子，咱们小腹吃得下去吗？来吃。这关头，哦，对嘛，这样才有棒棒糖精神。咱们棒棒糖的制作说明就是在棒棒糖上面放芥末了。我说小马，我真祝你好运哦。舔完之后还是要觉得很甜哦，很甜哦。过来，哇！
是太猛辣，超强的芥末在你吃起来感觉真是津津有味，真的这么好吃吗？小马您的内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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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咱们这个棒棒糖柠檬汁可都是现挤100%原汁的呀！嗨呀，我说小玉你可怜哦。好，杨哥，走甜，甜到心，对，如何甜到心啊？天哪，我们的柠檬汁应该是说让你酸到心肝疲惫一面啦，小雨您说对不对？轮到今天的主角 Monkey 了，而到底他会戳到什么样的食物呢？没错，就是超苦的黄连洋芋片。咱们特制的洋芋片可是有 double 分量的黄连粉哦，保证让你苦到精神百倍，嗨到说不出话来。好帅啊，好像王力宏拍洋芋片的感觉。哇，笑啊，哇，来一个，吃得这么开心，就知道你喜欢这个味道。一碟一碟的，不管它苦不苦，拼了吧！整碟吃好了。四、三、二，好吃哦。再来。哎呦！好爽。很苦啊，很苦的话，一个 over 的表情。对，来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破关，一加一点。好，最后一集。苦，苦到不行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就说咱们 Monkey 喜欢这个味道吗？好了，其实我们还有其他好料的，就是像让王子喝的这个苦茶了，啊，好喝吧？还有这个就是让小杰口齿留下了超辣的凉面，看看这个辣味粉就知道它的威力所在了吧？好了，咱们第三阶段美味的表情拍摄告一个段落了，现在先让大家分享一下 Monkey 的照片。现在要来公布一下 Monkey 刚刚拍最帅的一张照片。见过，见过。我跟你讲，堂主最喜欢这种眼睛放屁的照片。他就要凭着这张照片当选我们今天的男主角。完成了，刚刚也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，是哪六位呢？请举手。哎呦，好，请放下那个主编柯林哥，今天觉得怎么样？跟这个我们这个小子们很辛苦啊，真的哈。